姐姐这个代志我拢已经知影，刚刚你搁要嫁？白英，我袂当看到子彤的正面，啊，若无我惊我会挡袂牢，想要跟伊走。你敢搁会记得，你是安怎手抓，要牵我的手行一世人的？歹势，你认唔着人啊？你想要去倒位？你这么写从啥？子彤伊啥物拢知影，你想好卖写，提出你大部人的金甲头，好好面对子彤。钟君。我知影你用这款的方式，让我死心，是因为你叫我袂堪，你阁让人放散。不过你阁有想过，我嘛有选择的权利啊！你安尼做，唔就是逼我爱认同你的做法？你安尼敢会想过阿爸？你阁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今仔日来跟我相认袂要紧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不管你的天命、你的人物需要偌侪时间，我拢会等你。就算爱我等到头毛拢白啊，喙齿嘛落了了啊，我还是会等你，我绝对袂后悔。我留在这嘛无任何意义啊！我一定好好啊过日子，互你无顾虑去斩妖除魔。孩子，其实过我最后一个给你。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敢让我等太久的，我相信你。啊！三十分钟之前，你讲监视器画面有拍到伊走出去坐计程车，你跟我讲伊去倒位啊？那咧，迄台计程车司机有讲啥无？伫水丰火车站附近，伊去遐创啥？哦，我有伊的手机定位，我去找伊。
咱保持联络。今天真正伫遐呢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叶丽萍，啊，一直跟你讲晴天失踪啊，这哪有可能啊？你唔讲晴天，伊作息拢足固定的，啊，嘛别学别走啊。对啊，阮晴天偌乖嘞，伊平常啊要倒，拢也先甲阮讲啊。啊，伊既然甲同事约好要去采访，人却走无去，伊哦，将来拢唔安尼啦。安尼就足奇怪的。依琳，阿妈。安怎？有联络到晴天阿婆？伊哪会走来遮啦？晴天可能只是心情不好，才想讲来遮行行啊。啊，是讲遮遐偏僻，想出来甲遮行行。哎呦，这一定是有问题啦！阮晴天哪有可能甲工课放的唔管这一走？这毋是阮晴天的作风啦！晴天，你紧出来好不好？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咱总会面对啦！晴天，哇，依琳，你较冷静个，哦，晴天没有代志啦，啊？啊对啦，头前吼有一个冰糕刀，啊，火车过时阵会较危险，咱敢需要去看卖一下？晴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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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怎么家啦？晴天，你这受伤啦？你奶奶家，故意踢去落去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拄脚替主教家做扫描显示，已经买癌细胞扩散过太厉害啊，显示也影响到伊日常生活，把记忆断片。顶个才检查无偌久尔，哪会拖到这么紧？医生拄脚有解释啦，这拖了有紧还是慢吼，每项都无同，无多事先知影。那什么都无多事先知影，啊，唔得拢爱用拨用刀的。你要什么时阵失忆，什么时阵头昏目暗，拢是我来决定的。当然找不出原因，嘛无人知影你病情的发展会安怎。大家变遐哩失职啦，其实嘛是有人其实是好管啊。哇，天公伯看恁两个感情遐哩亲，嘛有可能会有奇迹啦，好身体恢复健康啊。可是有任何的方法，会当让晴天恢复健康，就算讲爱我那求神拜佛，我那求天公伯啊，我拢愿意。我已经做好上歹的打算，还佫有上好的安排啊，就是让宝宝代替我继续活落去。晴天，我把你用命来换。若是你加争取几个月生命，我就有更加侪时间，会当找到上好的医疗、上新的医疗机构来治你的病。无的卡就是早起几工，就当找到治你的方式啊！依琳，你安尼是在搬呢？你敢知影，甘命运搬的人，
都袂有好结果的。我真正无想要失去你，你听我的，行，我出来阴山，行，听我的。你你跟我问过我的感受，我是妈妈的，爸爸是我的性命，你哪会当逼我放弃我性命一部分，一保留你想要挃的一部分？若是这个囡仔平安留落来，我当天看到这个囡仔，我就会想到你为我牺牲，我真正无法度，阿尼我嘛是生不如死的。请你尊重我的决定，做妈妈的，为巴肚内底有婴仔开始，婴仔的生命就比我家己搁较重要，甚至比你搁较重要。谁若是敢伤害我的爸爸，我就袂搁爱伊啊！伊丽，你别逼我怨恨你。哎，伊丽，伊丽，好好，伊丽，好好好。啊，大家拢希望阮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嘛，吼。啊，恁即马两个拢想过激动，安尼是无得好好讨论呢。妈，伊丽。恁敢知影我有偌惊？我需要恁支持我，给我力量去面对我的命运，不是安尼一直阻止我、反对我。我真正足需要恁的支持，我继续走落去。我一定会支持你，我免惊，免惊。不管最近要睏的时阵，你拢甲我的手抓住安尼。我若是无甲你的手抓好安，我就唔敢睏。我真正就惊。我对我的宝贝查某孙来健康跟乐观，拢是假出来。阿妈真正做唔到，我真正无法度，我真正无法度一个人去面对这个，我无法度家己经过这个代志，所以。我需要你支持我，支持我的决定。伊丽，你安尼阻止我，会让我感觉我的决定是错误的。我的心会更快感觉我无依无我。